明，我跟阿明默契最好了，只要用这个麦香全新12款包装，就可以传达我想要讲的讯息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刚刚听到一个超溜的消息，你最爱的乔妹说你长得超帅哦。什么？猴哥跟阿斯在说，你上个星期为什么都不接我的电话？欠我的钱到底要不要还啊？再不还，我就上面社保你哦。可恶！且慢，我这4个月都有在打工，下星期一定还你，我立刻还你20%，拜托不要让上面社我啦。少抬头，我就不能玩乐团了。阿明是在说，我就跟你说我的爱情线很长吧。话说我昨天猜拳赢到视障电影票，我说石头赢的，耶！晚上7点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吧，看蜘蛛人，哈哈，白痴哦，蜘蛛人手势还有一根大拇指啦。但都高三了，要考学测还看电影，剩不到8个星期就要考试了吧？射你是一定要的啦！我发誓，你再不还钱，我就用华氏斗龙呼啦拳打爆你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中餐吃的韭菜水饺，电池7颗，欠你钱的部分，再让我演5天啦！呵，阿明这小子，他刚刚是说我对你的爱坚若磐石，直到永久。你这个小北七，我爱你，就这样，不，我也爱你，三小。我要传情给阿强学长，我爱你。剪刀石头布，哈。阿明，哈，他到底想跟我说我爱你，还是叫我还钱，还是试试看大拇指很冷，所以在摩擦生热？三小，哦，没事啦，我刚抓到鼻屎。吼、哦，呵，想要鼻屎打中我没这么容易，呵，厉害，看我的反击，鼻屎机关枪，小儿科我也会。My dear friend， 青春的车技难。阿哥，我们看完影片了啦，就是这段到底在分享。对了啦，那个怎么办呢？我们找了可可酒精跟黄兄弟来代替你了。就这样，叫观众去看他们的影片吧，然后回家多送10箱麦香给他们。啊，还有，我们是要请观众朋友一起来破麦香包装照片哦。输给你的陈世明，我们送价值500元的悠悠卡，最高人气的还要再加送价值5000元的悠悠卡。对了，先帮我们在悠悠卡上面签名哦。